来看台湾有一种全世界到咱话超级食物油坊，其实是早期原住民食的物件，按过经消息60档了，目前由台东农业改良场进行保证保育，辅导原住民来进油坊。在野外你可能发现这种生作亲像瓜子又亲像稻米的食物，但不过没详细看想说是草，它是给人说是超级未来食物的油网。台东县延平乡武林部落布农族人已经种7档了，差不多7分地，这些族人是说这是部落传统食物，不过消失很久了，要把自己吃过的食物给找到回来自己种。后来我就问了去部落里面的老人家，最有听过没吃过，我就是为了他们的在报告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。中研院的研究，油网的营养成分比稻米、红豆啊、甲麦啊拢较高，而且对咱人的健康真有帮助的刷鱼，唔免靠食鱼啊，因为种油网无需要水，也免也肥甲农药。不过种作技术消失60年，看起来阁亲像草啊，真紧被敲掉，种完取得困难。目前台东区农改场负责保证甲保育，保存国内10多种油网籽，陆续去部落辅导种作。油芒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种的东西，但是因为种源取得上其实真的是比较困难一些。环境上可以有一些的改善吗？就是人类一样也需要这个，但是可以透过吃油芒。台东农改场表示，油网一年收2届，而且规场都会当利用，伊的筋骨也会当做动物饲料，伫个食品的应用也。